让我想想再告诉你。黑，天气，运动，服务员，等，白，大，小，多，少，快，慢，冷，热，上，下，黑，白。一，在教室，在，让，告诉。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？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，明天下午再去吧。你想看什么电影？让我想想再告诉你。二，在宿舍，等，找，事情。外边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。你等等我好吗？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，回来再打吧。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？听说大卫病了，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。三，在宾馆的前台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。您住哪个房间？317。好的，我叫人去看看。四，在商店，白，黑，贵。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？这件白的有点长，那件黑的有点贵。这件红的呢？这是今天新来的，让我再看看。